齐王信使，拜见大王。齐王有书信一封，献呈于大王。 你们受齐王之托，千里迢迢运送粮食，支援我大夏一路辛苦了。齐王对我大夏的这份情谊，改日跟他见面，一定要表达我的心意。你们今天就好好的欣赏欣赏我们大夏的歌舞，品尝品尝大夏的美酒，还有牛羊肉，那可是西夏的三绝啊。 在下多次听齐王提起大王，说大王有问鼎中原之雄才伟略，今日一见，果然非同凡响。齐王为了督促这一批军粮，日夜兼程，亲自到江北州督办，可谓是煞费苦心呐。来人呐，上歌舞，上美酒，上烤肉。今天本王要与这几位远道而来的朋友。 好好的痛饮一番，来，诸位，请入座。谢大王。请。